个人吃素啊，不只影响自己，还影响整个大自然。我们说的牵一发动全身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假如吃肉啊，它就必须要养很多的玉米，很多的谷类来养这些鸡啊、鸭啊、牛。那要种这么大量的谷类啊，请问要怎么办？要有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必须把原始森林砍了。人吃肉吃得越凶，森林砍得越凶。当森林都砍掉了，森林就像一个地球的肺部啊。你这个肺越来功能越差，空气能不能清干净？不行。所以我们要维护地球这一个肺啊，不能再让它继续砍。所以你看，森林砍伐掉之后会有哪一些问题？温室效应出来了。一个都市里面只要有树木啊，它的温度就不会提得太高，因为一棵大树啊，相当于几十台冷气的威力啊。所以第一个，因为砍树，温室效应开始上升，因为二氧化碳没有办法转成氧气，所以二氧化碳越多啊，整个地球的温度上升。地球温度一上升，南北极冰，你看牵一发全冻啊，所以开始融化。所以很多预言啊，一些岛国啊都有可能被水啊淹没掉。再来，当他们饲养大量的这些牲畜的时候，牲畜不止啊，他要需要这些食物，他还会每天排放啊大量的什么粪便废弃物。而这一些粪便废弃物都流到哪里去了？河里面去。这一些荷尔蒙、抗生素，很多的这一些毒素啊，通通被排到河川，河川再继续排到哪里？大海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不吃肉，可不可以吃鱼？现在啊，科学家发现，连南北极都含有一些重金属，含有一些致癌物。所以因为吃肉所影响的树林问题还有河川问题啊，那种严重性不是你能想象。光美国一个地区一年排放出来的动物粪便啊，就超过一吨的粪便了。人啊，直接去吃谷物，只吃素啊，你一年啊只要吃200公斤。但是你要吃肉啊，必须拿800公斤的谷物啊给他们吃啊。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是在耗损整个地球的什么资源，一直在耗损。所以科学家说，这一个地球可能最多啊，假如我们不改善对大自然的态度，可能再过50年到100年，地球会怎么样？很多地方都不能住人了。因为啊，谷物大量被需要，都拿去饲养牲畜，所以谷物的价格啊开始上升。谷物的价格一上升，全球最贫穷的15%的人啊买不起粮食吃。所以诸位朋友，一天啊，全球有4到5万人饿死。所以当我们带动起吃素的风气啊，你就是举手之劳的环保工作者。